说迷你世界国际服的皮肤特别的好看，我今天上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星月暗影使者，哇，这个皮肤好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可惜没有办法买。这是一个女侠，呵呵，神秘的女侠。你好，请问你是劫富济贫吗？莲花公主，这是越南服饰。天哪，哇，这个裙子看起来也太可爱，同时又有点帅气在里面。可以看到这是半身洛丽塔裙子，结合现代的元素，特别是她头上这一个帽子，我的妈呀，上面又有莲花又有泥，感觉真的是步步生莲。竹墩墩长得也太可爱了吧，这可是我们的熊猫，而且这是一个女熊猫，因为她头上的小花花说了她，最主要的是她背上还背了一只小熊猫呢。足球队长，这一看就是个黑人小伙子，不得不说这个金头发加上这个肤色看起来有一点莫名的帅气的感觉哦。优雅小姐 David 翩翩起舞的姿势真的是太美了，盲猜应该是来自于东南亚的小美女，是不是？阳光酷哥这花衬衫一看就是东南亚，时尚是他的代名词，最喜欢和朋友一起骑着摩托车沿着海岸吹着海风一路奔驰。狂欢局女王这个皮肤造型看着也太搞笑了吧，不过她的眼睛倒是挺漂亮的。加尼萨这个皮肤长得好像一只大象啊，她是集智慧与玉树于一身的一个皮肤，直接开出一朵大莲花。好了，目前来看国际服和咱们玩的服就这几个皮肤是不同，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君君。